嘛啦？晚安。差不多会喵的探子。有吗？我没有发现。放音乐，听什么音乐？切 radio 吗？不要听见有歌声的。听什么？排行榜，综合新歌排行榜。随机播放。你叫我干嘛呀？不要这样子。放假了，对啊，恭喜大家！我还有练习。
我算放假吗？其实也算吧，如果练习不算工作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忘记，忙到忘记买生日会了。没有设闹钟啊。HK， 好久不见。但是会员帮下也蛮好的，哎呀，非去不可，笑死！你做得好哎，做得好，做得好 ，Cody。生日会买好了，谢刷音。谢谢大家到场，期待看到大家，期待大家到场。在睡了，干嘛？你也帮我 rap 好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你很夸张哎，你们两个很夸张哎。嗨，范思思，谢谢 HK， 好久不见。不要乱开玩笑呢。希望不要再往后延就好，希望疫情啊，疫情不要再那个越来越扩大了。刚刚是猫咪的声音吗？对啊，我有养猫啊。想听有事情吗？哦，好的。谢谢 HK， 啊，我买了一个春联，我还没有拿，可恶！可恶可恶，我买了一个春联呢，春联，春联，然后我觉得很可爱，可是我还没有拿。这一波购货，而且过年，对，而且过年要到了，谢谢 HK 的红包，过年要到了，然后已经那个你知道各个县市的人流人潮，好可怕，来来去去的，谢谢 HK 的红包，春联，我说春联，它就是春联吧，可是我就只买一个而已，一个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一个正方形，一个菱形。等等我，哎、欸，春联对啊，很可爱。哦，不是啊，它是长方形的，我给自己买的，自己搞错。它是长方形的，只是它比较短而已。范姐今天在，范姐在，她在旁边看窗户。外的世界，谢谢静。阿姐返乡，要做好防护措施。我基本上是不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了，我直接给我爸妈带走了。春年。直接上去买我家吧，没有，他们会来我家顾。没有，探吉没有要回去。
那你要留在家里顾家，顾家小猫猫。你的头钉坏了，别人证没？怎么证没？不会，它很可爱，我原谅你。你也休养了一段时间。对啊，疫情到处都很可怕，要小心哎、欸。玩妈妈的东西，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是家里是没有东西，就又给我坏掉的，拜托，拜托，好害怕，我不想。不要再说好的东西了。结果洗衣机坏了，我会傻眼。哎耶！胖姐会不会一直叫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怎么啦，宝贝？嗯，你去帮妈咪拿梳子过来好吗？宝贝。而且他最近在换季，然后真的不是换季啊，换毛啊，真的好多毛哦，床上都是你的毛。谢谢瑞瑞，这毛组合应该锁得住太紧，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干嘛干嘛干嘛？你干嘛站起来？干嘛干嘛？一起学猫叫，不要。养猫了吗？对啊，我养了一只黑猫，乳牛猫。爱姑妈，等我一下。你是觉得我抢了你的位置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要坐那，是不是？来。谢谢 HK。哎呦！我这几天一直都在帮他梳毛，无底洞，梳个有完没有完，永远都还有一堆毛，永远一堆毛。然后刚好家里那个粘毛器
就是那个补包也没了，补包就是也没得补了，没得用，哇，真的是崩溃。Uniqlo的衣服，随便一件。毛很多的孩子，真的可以做猫宝宅，再做一只蛋节目，没有那么厉害。可是它真的是吃不完的，我真的是有点一宿一宿，真的是有点吓到。这样会不会过敏？是还好，但是就是会觉得很痒，鼻子很痒，脸很痒，就是感觉有点会有毛毛，有点会有毛毛在脸上，常常吃到毛毛。昨天去练舞，然后我就因为我们就都戴口罩嘛，然后我嘴巴里面就是我这一块就一直有猫毛，我整个超痒的，然后我就那一直抓着抓，愁死了。我抢了你的位置是不是？那我往前一点，这里看，可以吗？带狗狗出去洗澡，对，我感觉我年后也要带它去洗澡。哦，我还要预约它什么时候那个结扎，金丝的儿。抢我位置真的，衣服上都会是毛毛吗？不会都会，但是你就是会看到它。对，最近开始疯狂的有毛毛，你干嘛？走开！干嘛？干嘛啦？你干嘛？你把什么东西用掉了？姐也是很爱撒娇，对啊，我就是很爱撒娇。过年带探姐回家，我没有要带她回家啊，姑妈，她要再待在家里。黑毛退光变白毛，算是也不可能是。假猫猫注定了要衣服上一堆毛，认命。但我觉得我还好，因为我的衣服大部分其实都是放在衣柜里面。只有外套跟主要是只有外套啊放在外面，所以还好。但是就是还是会看到他啦。探吉要自己在家，对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带他走。你们家的都已经能认出手机，只要发现镜头对着就会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探吉还不会耶，探吉蛮给拍的。呵呵，晚安，星星。你以前养白猫黑 T 都不黑 T 了。哪个机器人？你说什么机器人？什么机器人？扫地机器人吗？还是什么？什么机器人？
雇猫猫机器人。阿三陪探吉过年，没错，谢谢阿三。是他们会来我家啦，希望过年回到家不会变成一个不认识的家，希望咯。后运安姐之后有打算带探吉回家探亲吗？我希望可以啊，哪一天可能要周末吧，就是我可能回去两天而已之类的，我没办法让他在那边一个礼拜，要带的东西太多了。性格大概不是阴你，那我也不放心。对啊，就是会觉得就 不太放心，对啊，因为不是熟悉的人。小电机器人，自动清猫实在太贵了，而且我没有很放心那个，因为我之前不是看过，就是有把猫卷进去吗？我觉得很可怕哎、欸。补水器我也不想买。因为补水器用到最后，那个马达上都会是脏东西。就算你，一直清还是一样，但就是很麻烦啦，要请人雇。你不要一直玩我脚好不好？蛋糕。只不过自动动猫棒我有考虑耶、欸、你不要在这边翻跟斗啦，干什么？看你说嘛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哇，精力旺盛耶。他想睡觉的时候帮他梳毛，整个就是如虎添翼，你想怎么梳你就怎么梳，再梳个几下而已。舒服是不是啊？梳毛舒服是不是？眼睛闭起来啦。一堆猫猫在垃圾桶里，天哪！有够活泼，等等，你要拆了我的直播间啊你啊！会说一说就突然咬我，在它精力旺盛的时候它会啊。你看，现在就要咬我。好了，你翻个身，让妈妈梳另外一边，好不好？麻烦你翻身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的。耐心值偏低，有吗？好了，宝贝，翻身。宝贝，翻身，另外一边。好棒哦！好去，好棒哦！来来来，这里这里，很棒，很棒。
干嘛干嘛干嘛？妈咪抱你好不好？算了，不要，你现在一定要咬我。等你冷静一点，我再抱你。请不要咬我的直播手机架，请不要啃我的手机架好吗，宝贝？奇怪的猫咪，大卫疯狂抓我的平板的那个保护套，我不懂有什么意思。哇，口水口水，你走开啦！那边都是你的口水。好吃，阿俊，九个巧克力真的，我不知道多久没吃巧克力了。哎呀，惨了！快点，妹妹。好了啦，你干嘛啦？只是他咬的手机架是我现在在用的啊。痛啊，宝贝！过年巧克力吃起来，过年就是要回台中吃一堆零食，吃一堆好吃的。耶！哦呀！讨厌。哎呀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猫猫。我吃不完菜好贵，我哪有说我吃不完菜好贵啊？啊，好痒！你想要我陪你玩是不是？你去把，哦吼，哇哦，你去把逗猫棒拿过来，快点！啊，去快点！啊，肚子叫。去拿，还是我拿过来？真的都是毛，我明明已经输了一天了。我去拿过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哈，好哈。拿那个黏毛毛的再两下，他脸上刷两下，刚好他没了、啊，他没了。我的脑很痒哎，
客气。久违的突击耶！谢谢玄明。林董，林董发福利耶！谢谢金，新年快乐啊！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过年，开心过年。下次直播就是在台东了。谢谢金。谢谢大家，好痛哦！你咬我的地方都肿起来。捷足先登，记得带手机架，对，记得带手机架，超好笑。不过我的行李箱都在麻油那里，我只能带行李袋、行李包、行李袋。就像去年一样嘛，去年一样怎么样？妹妹闯入，还有呢，跳电，还有什么荒唐的事？我怎么每天回过年直播都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？妈妈又乱入，太可怕了！不要太常在台东直播。我的家人都很爱乱入我的直播间，很奇怪、欸。哎呦，今天真的超好笑。那里？奶奶，奶奶先不要。婷婷要庆生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给你。那台东是阿杰乱入妈妈直播间，对啊，对啊，再喝醉一点啊，没关系啊。才有过年的热闹感吗？嗯，好。台东直播都好精彩，超闹。哦，台东飙仔，哦，台东飙仔很飙，而且很大叔，超吵。差点打到我自己。还有邻居的高歌，哇，真的是充满过年的气氛啊。台东车少，车少路宽，因为我家外面就是一条很长很长很直的马路，台东家很长又很直的马路，很长又很直又很对又很蛮宽的。台东故事也太精彩了吧，其实也就那样荒唐。谢瑞瑞，我今天播8点而已哦，大家生日会你会到？生日会3月，哇，你跳高高呀你。3月6号，海苔冻感觉我会超想胖鸡，我绝对会，绝对会，绝对，绝对会。因为像我可能出去工作一整天，我其实我都会觉得，哦天哪，我真的很想赶快回家，然后赶快抱抱探鸡。一个人在家一定很可怜。然后我现在要回去一个礼拜了。气儿点哦，很棒，打开，
我下周吗？看一下哦，看一下，我31号，1月31晚上，1月31跟2月3号。对，1月31跟2月3号，对。生日会加一，那不是然后都是晚上开，1月31跟2月3号都是晚上。嗯，我们在马路骑车地方离你家，离你外婆家2公里，真的、啊，很赞哎。那姐第一次跟妈妈分离这么久时间，而且我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耶，有没有一直啦？就是比较常待在家里。希望他多陪陪他。我们要离开一个礼拜了，在想我。咻！谢谢钟颖，谢谢陈。除夕晚上妈妈一定醉，等我开完再喝挂好吗？你这几天一直我这几天一直在你心里，咦？离开不会哇哇大哭吗？你说我吗？我吗？我哇哇大哭吗？先把酒收起来，工作不要喝酒吧，工作哎、欸。不止这几天，哈哈，心里笑死。谢谢玉人，哎、欸，小心。谢谢玉人。再后来吃便当，不要偷喝酒。别人在表演，我在疯狂嗑便当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好吧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是我哎、欸！哇，是我哎、欸！3周年，精彩回顾，哇，是我，我爹觉得我爹呢。好好笑，萌萌太可爱了吧，熊妹超 Q 耶，我现在才看到，我的天啊，谢谢，谢谢姐姐转发转发，我怎么会现在才看到呢？#你现在可以当第一个观众 ，#3周年纪念演唱会，地点，新创 ，Leper Studio。
现在才转发。谢谢。耶，转发成功。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不急不急。哎，我发了啦，我发了啦。已读，谢谢谢谢，我看我看我看 ，OK OK OK， 有有有，哈哈，好好笑哦。看看哦，余威余威，十四人，你们真乖。阿姐刚刚发文，没有发现实动态。先弄排排套路一摸头，哎、欸，我也没有什么排排啊，我就打字而已啊。排版就是最好的排版，真的只有打字。对啊，拍你们啊！买补妆有差哦，差腻。这是我巧克力。我还没收钱，你好烦哦。就是画一到两颗爱心，嗯，对耶。那跟我洗棉被，洗完啦。洗啊，前几天就洗啊。Hello Hello， 谢大健，我手机壳后面是写姐，写林姐啊，不是哦，原来。那感觉很甜，蛮甜的，但是我很喜欢。你还没整理房间，我已经整理完了。但是回台中之前应该还要再整理一次，七个地方整理什么的，我把易碎物先收起来。
猫毛怎么样？猫毛要带回去了，猫毛要收是不是？十秒看起就会弄乱，是没有到那么夸张啦。看，瑞瑞，你还没整理房间，也没收行李。哦，八点了，真的，真的好。你昨天整理出好多老物，像是以前一日店长的徽章。对耶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整理一些放回新竹的周边之类的？因为我的床真的快爆，我床下。阿姐的限动竟然是刚刚发的，对呀、啊，哈哈，开直播发限动的，然后可是我只有一个行李袋耶，麻油，你可以先还我行李箱。新竹还有地方可以放吗？有吧，我相信我妈一定会腾出一堆空间放周边。床垫下你以为是无限空间，是什么是无限空间？是的话就好了。弟弟房间已经被我的阿三收了，才没有吧？我的阿三都在我自己房间，哦，有一个在客厅啦，硬要放在客厅。麻药在朋友家，今天可能不行，我也没有想要今天啦，你明天再给我啦。把周边整理出来，拍张照给你们看吗？还有很多，还有一些我自己的东西，我自己阿三或是大家送的礼物。有保存就好好的。讨厌日本派自己哦，那个应该在新竹家，那个太久以前。不过那个是真的很棒哎，大家一定要收好。那个绝对要收好，那个应该不会有下一次了。嗯，讲这什么话，真是的。等一下、哦，我还是需要用到行李箱。好的，希望马油明天给我哈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明天不可能啊。那这样就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是不是要后天？那这样就没有办法。好，算了，没关系。Oh my god。我洗棉被吗？我有洗，好不好？我有洗，我前几天就洗了。好吧，我应该是只能用我的行李袋了。然后怎么突然跟我借行李箱？我在搬家呀。嗨，高晨晨，新年快乐！然后我是有行李袋，可是那个袋子真的是装不了什么。有一边放要洗的衣服吗？边上面什么是绝对没有的事哦。干嘛？干嘛？阿姐的周边你也都藏得好好的，你得藏好吧。最好再买个行李箱，不是这样吧？请爸爸来接的时候带几个带走行李箱呢？没有，但是我要直接出发啦，我没有要回家了。哎，不要啃啦！
怪已经回家，探吉不会遇到他。他们本来就不会遇到，是他们要是麻油跟肉肉会来我家照顾探吉，就可能来看一下这样。探吉没有要去他们家。我十分念排名哦，十分，直接去台，对啊，直接去台东。我太没有时间回新竹，只能直接去台东。八点十分呐。地瓜是麻油的啊，麻油的猫咪，对不对？你要在国道把我拦下来，有戏吗，宝姐？有戏吗？怎么都是这么赶？就是有工作呀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阿杰带好抱，你念的好好的，我有看到笑死。我自己开车，别闹了吧，没车也不熟路。麻油又养一只，对啊，谢谢谢谢地瓜带我去流浪，谢谢地瓜。不，好多好多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哪了？多开一点，丢给你的帽子前，你也说的好好的。没有我，对，没有我。我的年历不知道怎么藏了，直接用起来。谢谢钟莹。怎么办啊？可是我真的需要行李箱哎、欸。怎么办？垃圾袋是哈罗，谢玉人，谢玉人。你家客厅可以看到两种阿姐年历，真是幸福。直接不演，没错。小蜜蜂货运公司感觉很好用耶，感觉现在送立刻到，因为我的财力直接再买一个新的啊。不是我的财力，是我。喂，妈妈。而且现在几点？八点，我知道去哪里伸出一个行李箱啊。好烦哦。只好再跟其他成员见，如果忘记还其他还其他成员，再跟其他成员见。到底要跟几个成员？成员跟成员接，再跟成员跟成员接。奇隆货运公司，你朋友，你年历在朋友那边还没拿到？为什么？感觉很久嘞。不要那样咬人啦！谢谢瑞瑞，心碎的简讯。
红包这边搞啊，要倒贴哦。探吉声音太萌，对啊，探吉声音很好听，探吉的叫声很好听。他们一年前出现一台行李箱，感觉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探吉会拆房子，感觉会哦。其实很长很长时候。我不在，我可能出门一下，然后回家就会发现，哇，地毯都不在原位，地垫也是，鞋子也是，然后玩具到处都是。还好啦，谢谢玉人，谢谢，拜拜，瑞瑞奶奶，谢谢大姐。我要念排名了，大家。刷起来。谢谢阿凯，好啊，念喽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吉米粥，谢吉米粥，干嘛？第九名是草莓酱，谢谢草莓酱。第八名是谁？八二，第八二。第七名是大健，谢谢大健。第六名是庄莹，谢谢庄莹。第五名是田中动力王，谢谢田中。第四名是玉人，谢谢玉人。第三名是静，谢谢静，谢谢静。第二名是地瓜，谢谢地瓜。第一名是 HK。上次的第一名是地瓜，对不对？上次第一名地瓜，地瓜上次不在，然后这次 HK 不在。小心。不要坑我的脚架嘞！请问你为什么要坑我的脚架 ？Oh my god！ 可以停止吗？拜托，拜托！哦哟，不要坑啦！大家都来如影去，来如影去如风。HK 不在，对啊，地瓜在啊。下期的爱情，地瓜也可以领上次的第一名。好的。哎，好了。一直听到咬的声音，对啊，他一直在啃。点进去，这
谢谢今天的第一名地瓜，谢地瓜。谢谢地瓜。哦，是上次的第一名哦，上次的第一名。谢地瓜。怎么办？我这个心里都在想行李箱的事情。什么区？附近还有什么区？大安区、中山，开始扩大范围。现在八点哎，哪里比较有电啊？西门町，西门町，哪里比较西门町？中山，好了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大家。没有没有。会讲兴趣，只是觉得那里比较晚关，比较晚关门。西门町，新年快乐！下礼拜是1月31播，1月317点播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，看我直播陪我聊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请你不要咬我。没有要一起跨年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，大家奶奶，奶奶，好了，很棒啊，好了。奶奶的猫，奶奶玉人，奶奶，奶奶伯承，奶奶玉，奶奶陈，奶奶小明，奶奶哥哥，奶奶阿赖，奶奶田中，奶奶，奶奶玉人，奶奶静，奶奶古早味，奶奶阿翔，奶奶赖，奶奶原来，奶奶伯承，奶奶大健，奶奶黄鱼，奶奶阿凯，奶奶俊颖，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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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奶奶伯承奶奶静，奶奶万战士，奶奶不当不倒图，走开啦！你好讨厌，好呀！奶奶走，这里啦。奶奶奶奶奶奶